也中不心，一块草帽求显灵，感谢您。感谢头家娘，啊，春秀家又在遐。后摆就要较细腻哦，哎呦，那无哦，就毋是大便哦，拢遮好运，会当去拄着。我知啦，哎，去拄着阮阿尊啊，救你哦，头家娘，多谢你。免客气啦，头家娘，哈，奇怪呢，安怎？那无看到头家，跟遐工人嘞哈？看因拢怪怪呢，迄老爷讲啊，要去发什么大财，啊，就匆匆忙忙带阿元阿甲阿英，讲要去找宝，找宝，对啊。哦，我看伊想钱想甲起痟啊，哎呦！参像一家人同款啊！啊，我总袂当予你受委屈啦。是啊，你一定有温情。是谁害你的？头家娘，哈，输给你阿妹，我一时
嘛无都讲真清楚，我啊你安那，哇，啊你唔着讲，讲啊，头家娘，哈，遐有人来呢，遐有人来哦，我先加一步，嗯，哇。心也静落来，不管是大地万物，或者是人我是非，完全的静寂清净，透彻明朗啦。也阁有啥物烦恼，何来烦咱的心呢？所以静念啦，咱讲了佛陀十念啊，就是这十种的智慧呢。可以一个的力量透彻明定，真正呢透彻，无虾米款的污染，这就是一个的力量啊。那么咱现在呢，来洞彻五明。这五明啊，第一叫做声明，吼、哦、声啦，咱要安怎发声？什么款的声音嘛？咱应该会当头去分别。再来是钢牙哈，这叫做钢卡明，这种钢卡明啊，就是啊，手真灵活。再来呢，就是医药合明嘛，吼、哦，这叫做医方面，唔只是医生哦，啊，佫都爱知影药啊。再来呢，就是内明，那就是宗教学啦，不敌己啊，言敌人啦、啊。再来呢，伦理学呢，就是因明。因明啦、啊，就是要安怎来论这个道理？道理的一切呢，拢嘛是爱有起因呐、啊。你若无起因呐、啊，是要安怎开始论起呢？就亲像拄只咧讲迄个故事，有修行、有道德的人啊，唔是我家己努力出来呢，这。我无要气，不义之财勿气呀！这呢，就是伊的因缘呐。好，我们就够大够，难在逃。
来，头家做主，三人变本了。好，头家做人上公平，三分才袂互相骗。到遐个宝藏呢，伊就会去歹意啊，做一挂无道德的代志。发现到遐个宝藏呢，大家人敢是欢喜呢？唔是哦，开始底下伫咧争啦，看。所以咱做虾米款的代志，一定爱真明朗，该做的去做，无该做的唔通做。咱因为虾米做呢？咱应该呢，爱真正的明智，咱爱把握时间啊，做对的代志呢，这就是因明啦。咱为什么来修行？因为要脱离烦恼的定故啊，要会当清净咱的心，或者是呢脱离凡夫啊，要来接近佛圣人的境界。因为所以阿弥来修行。头家，头家娘，您听我讲，三个准夫进去讲，进去帮白帮，一个莫休息。一个男主播，规规碎碎。
上名上，强强一强，阿春，你跟我来。好，行。那就是你。哎呀，我嘛要看啦，我嘛要啦。哎呦，哎呦，来，哎呦，来，哎呦，来。明铁无下位啊！咱家己的内心爱真正的明铁啊！咱既然呐走入宗教的门来，咱必定呢爱清净咱的心。所以心呐不明朗啦，是要安怎样呢？会当面对外面呢？内心无自清净，安怎会当去清净他人？自心不能度啦，如何度他人啦？所以咱必定呢，爱内外明铁无下国，这呢就是咱要研究宗教。宗教呢，就是要让咱回归咱的本性。所以每一个宗教啊，应该呢。伊拢有伊迄份呢，安怎样会当利益他人、博爱大爱啊？当然啦、啊，爱先有自爱，自爱呢，爱。
爱护咱的心嘛，唔通呢，护咱的心乱掉去，唔通呢，护咱的行为错误去，这呢，才是真正合乎宗教的目的。所以这个五明十力五明啊，也就是呢，咱爱真透彻了解。所以，像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